珍珠滴落不住迷茫，一道曙光将我心底照亮，它指引我人生走新方向，教我冬风雨后必有阳光。如果我能重新迎接辉煌，我愿与大家一起分享那微笑流露的默默心声，是我前行的力量。下一个奇迹绽放的地方，有我冲破狂风和巨浪，我一路成长，一同分担，直到梦想绽放。今天停训一天，过来。果然有个替身头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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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不让训练又不让请假，真是浪费我的大好青春。下一组出发。无耻，无聊，无能力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魔鬼敖是担心我们俩的身体，所以故意让我们俩休息休息？下一组，像他这样的魔鬼身体，也应该有1%的天使基因吧？天使？你有看到长成那样的天使吗？快快快，别练李诺，快！不愧人士啊！现在看到他那张沮丧，实在想不到昨天他竟然照顾了你一个晚上。你说什么？
你不会那么忘恩负义吧？你忘了，昨天晚上是藤教练把你背下山，然后一直照顾了你整个晚上。快点，快点，后面！不可能，我只记得我在山上吐了，后来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。今天早上我还是被藤子昂的哨子给吹醒的。不会吧？后面两个。哎。那昨天晚上我舍身救你的事，你总该记得吧？你舍身害我还差不多。你，哇！看起来好丰富的样子。咱们这也太泯灭人性了吧！来之则安之，其实这看起来也不差嘛，对吧？俗话说，白菜豆腐保平安。我先来尝一口。好吃吗？吸取大家乱吃东西吃坏肚子影响训练的教训，我为大家特意定制了营养套餐。从今天开始，除了营养套餐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吃其他的任何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哎呀，反正我有零食。吃。对啊，吃吃吃吃吃吃。嗯，好。吃十分钟。我坚持不住了。贾亮，坚持住。坚持不住的，训练结束以后追加500个蛙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作为一个跳水运动员，腰腹力量是最基本的素质。起来。坚持。谢文熙，不行就别死撑啊，回去休息吧。谁说我不行？我又不是你。嗯，谁的纸如果掉了，所有人陪他加练5分钟。我是别掉啊！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又没来，高先生，采购这种苦差事，真不敢劳您大驾。哎，没关系的，我一个人在美国的时候，经常去超级市场的。要是让主管知道，我就惨了。没关系，真的要有什么事情，我来担。走了。那您没事？哎，不合适啊。那您小心点啊。谁知道啊，百年人生喜来淘宝，传承淘宝文化就找淘淘淘，大家淘才是真的淘。这位小姐喜欢吗？这个你看这个还行。这位小姐你实在是太有眼光了，你知道我这串项链它不是一般的项链，瑞士凯诗大家知道吗？
这是印度最有名的瑜伽圣地，就这串项链是当地最有名的设计大师莫纳尼亲自设计的。来，小姐，戴上啊，戴上，你感受一下，它有灵性啊，从头到尾都充满着太阳神的能量。你带着它，随时可以带你感悟人生，体会人生，真的假的啊？就是这样吧，小姐，你们是他的朋友对吗？这串是不是特别适合他？他戴着是不是特别好看？还行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的。还看些别的吗？这个娃娃怎么卖？这位小姐一看你就是潮人呐，太有眼光了。这个娃娃的来头不是一般的材料，它的每一片面料都是西装上的面料。这是全球限量版，全球只有1000个呀，在我这里就有200个，买一个不吃亏，买一个不上当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个。骗人吧，骗人吧，这什么面料？哎，真的，是真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袜子娃娃真的是法国著名设计大师设计的，它的每一片面料真的是西装上的面料，限量版。你不信，把它带在这里试一下，你今年冬天绝对成为潮流领先人物啊！骗人！哎呀，你真的可以试一下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这个娃娃，没错，这些娃娃确实不是出自名家之手，也不是什么用珍贵材料做的。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女生自己设计的。3年前，这个女孩的父亲因为要躲避债务离开了这个家，这个女孩只手撑起了这个家。3年来，她用她一针一线缝制的娃娃来帮她的父亲还债，她没有喊过一声累，说过一句苦。希望大家可以帮她的父亲早日还清债务，希望有一天他的父亲可以早日回家。这个娃娃包含的不仅是爱情、友情，还有一个女孩对她的父亲深深的思念之情和期盼之情。买一个吧，帮这个女孩早日完成心愿。好感动，感人啊！是啊，我要两个。那我也要两个。我也要一个，给我拿两个。我也要两个。我也要。还有很多，大家不要着急啊。我就要下来了，下来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还有很多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来，给你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啊，大家不要着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，慢慢来。哇，小厨子，停车，停车，这里的海好漂亮，我要下去看一下，停车。下车看一下，哈哈哈，好多钱呢。发财了，怎么样犒劳我这个大功臣？没问题呀，小厨子，你刚才那个戏演得实在是太好了，太煽情了，我简直有想拜你为师的冲动。我不想和你成为师徒关系。当然了，我也不舍得浪费你这么好的材料。真的？我坚信你一定是上天专门为我派来的幸运天使，这辈子我都要和你做最好的兄弟。好漂亮的海呀！好美啊！我还不是很饿，想先回房间休息。是啊，早上吃的还没消化呢。教练也是为大家好，这么大运动量，先吃饭吧。你怎么总帮那个魔鬼说话呀？哇！哦哦哦哦哦！哎，别站着，别站着，吃饭啦！Oh my god！是我出现幻觉了吗？朱乐堂，你没有体力去训练，却有精神来吃饭。你小声点，你想害死我？干嘛？心虚啊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要不是小厨子赶着回来送菜，我才不会来呢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等等。
谁动我菜单了啊！真的不是我。谁今天动这桌子菜，出去100个俯卧撑，找他们算账。管他呢，先吃了再说。等等，管他呢。鸡腿留给我。少废话。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。每天这样跳什么水啊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得去趟洗手间。吃完就拉，真不愧是猪乐桃。陶乐斯，哎，小厨子，今天的饭菜还 OK 吗？小厨子是你，今天的菜都是你弄的，我那天就应该猜到你去集市买菜就是为了弄这桌菜，我怎么变笨了？你可是高爷爷的红人，不把你伺候好，回去怎么交代啊？那今天那桌菜都是你弄的？怎么可能，是我和大厨们一起弄的。啊，小厨子，你真是太伟大了！你都不知道这两天我们吃的饭简直都不是人吃的。你如果每天都能让我们吃到那么美味的饭菜的话，那我这辈子都爱死你了，爱死你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就做了这些菜，然后你们干嘛呢？过来。完了，那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极品教练。不要紧，看我的。走吧走吧。教练。你就是这里的厨子，对，你好，教练。胆子也太大，擅自修改我的菜单。教练，请您先息怒。您给厨房的营养食谱，我已经仔细的查阅过了，里面营养和膳食纤维的搭配，非常适合在集训当中的运动员。可是口味欠佳，为了能让运动员有更好的训练状态，和体现出我们度假村一体化的人性服务。我对您的菜谱有了些许改良，里面还是完全保留了您的基本要求，只是在菜式和口味上面有少许不同，这样可以让运动员能够更好地吸收营养，而且可以让他们享受营养餐的整个过程。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写在这份报告上面，请您查阅。教练，我觉得小厨子说的实在是太对了，你看这两天我们的伙食实在是有点差，磨灭了不少队员们训练的积极性。不过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吃到那么美味的美食，那我们每天多练2个小时都不是问题。你让你写的检讨写完了吗？按这个来可以，但是有一点，每餐每顿必须定时定点定量，菜单提前一天交给我审核过目。没问题。嗯。文熙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文熙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们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好好说话吗？你和乃伊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特别难受。我希望你能和乃伊谈谈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友情不能说没就没啊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说什么感情。我和乃伊真的没什么。你这话是说给傻瓜听的吗？其实我
已经有喜欢的女孩，我这次来也都是为了她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离乃伊远一点？文熙，感情的事情是要靠自己争取的，我只能够保证我和乃伊就是好朋友，我不会有半分的逾越。无所谓了。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？我喜欢的女孩，她一直把我当做一个小厨子，我也喜欢她当我是一个小厨子，所以我请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好吗？我对你的事情没兴趣，也懒得说。将军，哎，不，回不回吧？我举旗不回，我拿错了，会玩吗？高爷爷，哎，来人了啊！不下了，又欺负我，下回不跟你玩了。不下了，哎，乃伊，哎，你真是稀客啊！乔女士说的是在怪我来的少吗？这是我给您买的海参，老人吃最好。我说乃伊啊，你怎么越来越见外了？还给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？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在我们家偷吃大白兔奶糖？爷爷，不说了，女孩大了，知道害羞了。哎，乃伊，今天怎么来找我？我就不能想您了，来看看您。还是乃伊有心，是来找公平玩的吧？公平去哪儿了？这两天我给他打电话总是打不通。哎呦，这几天也不知道他忙什么，好几天都没来看我。哎，前儿你不还跟我说公平为了追小姑娘去训练基地了？你下棋啊，来，重摆。哎，这回啊，动子无悔。这是哪里啊？你又跟我玩什么神秘啊？这里的确很神秘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。好，慢点，小心台阶。哦，好，慢点啊。好，到了，就在这儿。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好漂亮，好多游艇啊！我们要去干嘛？带你出海。出海？兴奋吧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你都已经到海边了，你干嘛不尝试一下出海钓鱼呢？只是，万一被唐子昂发现我逃训的话，他又该说我了。这个时间应该已经训练完了吧？啊，带着太阳，他马上就要下山了，这个天马上就要黑了。现在是夏天。其实吧，我不是很喜欢吃鱼，所以我……你不喜欢吃鱼，你就为大家钓啊，大家吃鱼啊。可是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想让大家增加营养？我当然想了。那你是不想让大家改进伙食？我怎么会不想啊？那你就去啊。去就去。朱乐堂，开门。开门啊。开门呐，朱乐桃！喂，文熙，陶老四好像出去了。他不会又迷路了吧？不会，我看他好像是跟酒店的人一起出去的，应该是出海钓鱼了吧？文熙，陶乐四可是走到哪儿都很受欢迎的哦。要不你回去吧。我才不要回去呢，我还没有大展身手呢。真的？啊！拿来。那
把它们放下去就好了，你只要这样拿着，它晃动你就把它拉上来，晃动就拉上来。学姐，我想出去旅行一趟。旅行？可面试马上就要到了。我知道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更想确定一下，我跳舞的意义，我的梦想是不是还值得。别急，钓鱼要有点耐心，他很快就上来。我都已经等了那么久了，多等一会儿嘛，马上上了，马上上了。哎，动了，有鱼了，有鱼！哎，动了，动了！起竿，起竿，起竿怎么？起竿这样子转，转转转转转转。这是我这么大钓到的第一条鱼啊！我帮你把它放下来。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啊，好痛啊！哇，哦，钓鱼真好玩啊！好玩吧？先把它放下来，上面有个钩子，来，你坐。然后呢？你可以这样子放鱼。哎，小厨子，你教我甩竿吧。好，等我放上去，我教你甩竿。好。好了，然后站起来之后呢？你把这个放下去。然后？然后拿着。拿着。往后甩。往后甩是吧？就这样甩是吧？对。嗨！啊！哎，陶乐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别怕，别怕，我在你身边啊，没事的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的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的。回去了，马上回去。没事。跑去哪里？别装死，快下来！文熙，陶乐斯晕船了。他那是装的，快下来！文熙，我都跟你说了，陶乐斯不舒服。
穿的是装的。陶乐斯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坐起来。你乖乖在这里等着，我马上给你去买药。高公平，你以后禁止和陶乐斯单独外出。我只是带他出去钓鱼。出去钓鱼，说得轻巧。我的队员失踪了一整个下午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？什么时候陶乐斯在你这里有林乃伊一般的待遇了？什么时候陶乐斯在你这里有林乃伊一般的待遇了？
哎，你好，有晕船药吗？啊，这个。谢谢，不用找了。搞错没有啊？谁要占你便宜啊？你还说你随便进我的房间？你刚才抱着我，不是占我便宜那是什么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啊！你想的太多了。不要过来！我刚才应该把你的样子给录下来，你躲在角落里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……算了，算我多事。你明明就是想占我便宜，你竟然说我，你……行，陶乐思，我以后要是再管你的话，我自插双目。在这里等着，我马上给你去买药。你现在就给我去沙滩！教练，要不你先还给我啊？还你？这里是集训，不是集市。你天天都玩失踪，让其他队员怎么想你？教练，我告诉你，集训期间不允许你出这个门。教练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随便你。教练，我们全家老小都靠这堆东西吃饭。你少废话！陶乐思，要想收回这堆破烂，就给我踏踏实实训练。教练，我只是一个管杂事的经理，你要什么吃饭喝水，你可以找我。训练我真的没必要。既然参加集训，就必须按照运动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。去。教练，要不你先还给我一个？还废话？信不信我现在都给你扔了？啊？不练，什么都练。两位美女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挺好玩的。你这个怎么办呀？这个多买几个给你，便宜点。好啊。怎么会没来？
难道晕船的症状没好，还是？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坚持住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抓紧啊！全部动，抓紧练。坚持不要放弃，勇敢飞翔，因为我们都在梦想的路上。